选手林子伟在今年登上大联盟波士顿红袜队，并且在第一次先发的打击就敲出安打，更在之后的比赛中创下三度单场三支安打的好成绩，令总教练印象深刻。红袜专栏作家就在推特上发文，一个明星诞生了 ，Tsunami 林。在打击的话，你就是也是会遇到状况不好，可能状况不好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但是你就是一定要就是有耐心说，哦，就是遇到状况不好的时候，你要怎么去面对？因为没有耐心的话，你会一颗球、两颗球就打了，对啊，就是对球队不是说很好的一件事情。生长在高雄纳玛夏乡布农部落的林子伟，18岁高中毕业后就远赴美国展开职棒生涯，长达5年小联盟的奋斗过程，不仅要克服语言、生活的问题，还要面对球员彼此竞争的压力，也因此曾经为了打击成绩停滞不前而萌生退役。朋友们，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真情部落格。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来宾，我不用我多做介绍了。林子伟，有在看棒球的人，可能没有在看棒球的人都知道他。今年呢，在美国职棒大联盟表现非常好，甚至创下很多台湾球员在美国职棒的一些记录。现在回到台湾球季休息的时间，我们赶紧把他邀请到棚内来听听看，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在大联盟这段时间生活。子伟你好。你好你好。是在6月底的时候，对不对？登上大联盟嘛。对对对。然后我每一场比赛在台湾大家透过电视转播看到，你知道大家都一边帮你这样子喝彩，这样你等于也是突然之间就上大联盟，然后突然之间变成大家很瞩目的对象，对不对？对啊对啊。然后媒体天到晚都读你啊，要访问你。嗯。哦，还叫你海啸哥，那是那个当时，可能是红袜球迷就是取的啦，因为我的英文的字，就是 T Z U 就 Zu，然后他们就给他用谐音，然后就会变成鼠，就变成tsunami的意思，这样，对啊，我当时听到的时候也有吓到啦，只是想说，哎，奇怪，怎么会有新的名字这样？对啊，就是。蛮好笑的，对啊。可是你一开始这样子，突然之间大家这么多的注目在你身上，会不会觉得有点压力啊？就是一夜之间就突然就是，对，突然就那么，就是被那么多人去就是关注这样，对，就是还蛮不习惯的，蛮不习惯的。因为当时在小联盟是真的没有什么人去关注这样，没想到就一夜之间就上来之后，就是哇，这是。整个就被放大了。你还记得你那天从小联盟接到通知，是教练是球团打给你的吗？对不对？是总二 A 的总教练打电话给我。哦，教练打给你。对，然后就说就是有一个好消息，要跟我说，然后我一开始就说啊，就是去三 A 嘛。对，因为二 A 再来，对。对，二 A 上去三 A 嘛。然后他说不是，直接去大联盟报道这样。我说哇。我就跟总教练说：“你在跟我开玩笑吗？”这好像不是，这好像不是不是一个正常的顺序。对对对。然后他就直接跟我讲这句话，我就有点不太敢相信。可是我要确定一下，报道是代表就隔天就要上去比赛了吗？当时我是没有这么想啦，因为可能会比较就是候补上去。哦。对，然后就想说没关系，就放轻松。结果还是没办法休息啊，因为真的太就是怎么讲，太兴奋了。所以那天晚上有睡着吗？还是都觉得一直睡不着？那一天晚上我就是一直都没办法睡啊。对啊，就是睡，顶多就一个小时还两个小时吧。隔天早上报到。对。然后那一天晚上是晚上的比赛。就上去比了。那时候只有代跑啊。不代跑。对，那时候就有代跑。就在分会球场吗？就在你主场吗？就在主场。一踏进球场报到那个时候就开始一直很紧张啊。心跳很快。因为毕竟大联盟不是说能够上去就能够上去的。这真的要靠运气，也就是蛮感谢上帝的帮忙。对啊，然后刚好就是在这个时间就是蛮开心的啦，对啊。所以第一个晚上报到的那个晚上是代跑。代跑，然后第三天的时候就是先发。那时候教练是跟我讲说，先代跑代手看看，然后第三天才先发这样。对啊。第三天状况怎么样？
当然就是第一个打席上安打嘛。对，可是你站在那个打席的时候，赛前的时候，从那个那是球员休息在牛棚那边，是不是？不是牛棚，就是你们在旁边板凳那个休息的那些地方，对不对？挥棒的时候嘛，挥棒去准备的时候嘛，对。然后准备从那个准备区走出来，哦，然后真的走到那个打席的那个位置上。那时候是很紧张啦，但是我知道我先发的时候就很紧张，已经很紧张，就一直很紧张，因为我不知道，那一场比赛会发生什么事，会失误吗？然后跑垒错误吗？还是会被一直被三振吗？这样就是会给自己压力很大，对，会想太多这样，然后之后就是赛前的时候就做跟上帝说话祷告这样，然后看一些就是对看一些书，那本书是。就是对上帝的信心，对主的信心，然后带到工作上的信心这样，然后就看看，然后看完祷告，然后就比较好一点，就是比较好一点，然后就去准备比赛这样，然后虽然就是比较放松了一点，但是还是紧张，但是到外面就是球场上里面的时候还是很紧张，因为那个气氛真的很不一样，对，真的很不一样，对啊，所以你那时候站在上面。大家可能镜头上看你就觉得哦，姿势都摆好了，然后一挥棒，那天就有安打了，对不对？哦，第一个打击就安打。对呀、啊，可是、啊、那一支安打出现之后，后面就真的比较轻松了。对，可是我的意思说，在那安打出现的时候，你那时候站在那边要准备打击的时候，是真的很紧张，真的，因为我会有点手脚有点发抖，觉得没有办法。手脚有发抖，啊、是真的有发抖，真的有发抖，只是可能外表看不出 来、只是还是有跟自己讲说不要想太多。就是放松，就是自己冷静下来这样。那真的感谢主耶，手脚发抖，但是一打就安。那时候是真的有要上去的那一段，就是在走路那一个时间，我一直跟上帝说哦，求主保佑，求主保佑，主要帮助我。对对对，然后就没想到就是安打这样，真蛮感谢主的。所以那个安打一挤出去的感觉，这样哐当一声那种感觉。是有点挤压到了，就是比较像德州安打的那一种，但是。安打还是安打，对啊。那场比赛结束之后，有没有赶快打电话回家？家里头应该也都看到了吧？因为就看转播就看到了。应该是有看到，因为太太那时候人在台湾，所以他怎么讲电话的时候，是他那时候有看电视啊。对啊。他应该也很兴奋。他也是很兴奋啊，就是比完赛的时候还是有打电话过去给他，他就为我这场比赛哭了。啊，他也哭哦。对啊。因为很难去相信这件事情是真的。你自己嘞，辛苦过来，都是上帝在，都是我们去相信上帝，然后上帝帮助我们这样。你自己有没有掉眼泪？当然有啊。对啊，我那时候，我当时被叫上去大联盟的时候，就是跟打给我老婆，然后就是说啊这件事情，然后她一开始也是不相信，然后就说了这是真的。然后就是哭了嘛，我们两个就是哭了，然后就是在讲说，怎么会很难，对，很难去相信，真的很难去相信这件事情。我因为过去曾经采访过王建民哦，那时候是在洋基球场嘛，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他站在那个投手球上，因为大部分以前这几年大家就是知道王建民跟陈伟英都是投手嘛，对不对？我站在投手球。哇，那真的是整个球场万众瞩目，他的目光就是正中央的那个人，我就觉得天哪，你们球员真的是心理素质要很强哎，因为真的压力很大，真的哦，对啊，就是要从小联盟开始练起啊，所以我们都会每年都会开一个会议，就是心理素质会议。哦，有心理素质会议，就是老师啦，就是老师会开这种会，然后会怎么帮助你？当你对遇到低潮的时候要怎么去？解决这你在低潮的过程，对对啊，就是一直在学习，一直在学习这样。可是我觉得这虽然这都很好，但是我觉得还真的还是要依靠上帝，依赖主。因为有一句话就是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对啊，对，这句话真的蛮重要的。因为你一上去，立刻就有表现，然后台湾媒体立刻就注意到你。大家就哇采访啊，很多画面传回来，我就有看到你手上有一个很比较大片的一个刺青，对，那刺青其实很特别。其实我为什么刺上去的原因，在右手这边，
就是右手这个手。嗯、然后第一我是为什么会刺上去，是因为我没有时间去教堂。你在美国？对，然后我自己刺上去，是因为要提醒自己，有主保佑。嗯，神与你同在。对，神与我同在。然后就是尽量去每一场比赛赛前几乎就是跟上帝说话祷告这样、嗯嗯、不要忘记上帝、嗯嗯嗯、不要忘记有上帝在我身边这样、嗯、真的、嗯、所以尤其碰到压力很大比赛，这慈心某种程度可以给你一个安静下来的力量，对不对？对对、哦、就是之后就是有每次安打的时候我都会看天上，然后就会说啊，感谢主这样、嗯、不管是打好还是打坏、嗯、就是感谢主这样、嗯、至少能够身体健康这才是重点。真的，尤其对球员来说，你们在美国也奋斗了这么多年的时间，或甚至从小在台湾打棒球，你们看美国大联盟也会有一些很崇拜的球星，对不对？然后你有机会可以跟他们成为队友、嗯、一起在场上是一个团队。我蛮崇拜的就是我们的二垒手嘛、嗯、Dustin Pedroia、嗯、个子不高，他真的比我矮。是啊、哦嗯、然后就是矮矮壮壮小巨人这样、嗯、然后就是在场上很积极，然后在私底下人是非常非常的好。嗯，对，就是他蛮愿意去陪年轻选手的，就是教年轻选手去怎么做这些在大联盟的事情这样。这些老大哥们，对不对？嗯，他们跟你互动怎么样？一开始去当然是我比较，因为我比较内向，嗯，我比较害羞的、嗯，所以我上去就都什么都不讲话，也不太去会问，我该什么时候去练习，该什么时候去打击这样，然后我是就是比较熟的人才会去，就是小联盟一样打上来，嗯嗯嗯嗯那些人才会去问，嗯，但是像老大哥就不太敢问，因为他们的身价跟我身价是不一样的，嗯，对啊，就还是很崇拜他们，是很崇拜，是用崇拜的眼神去跟他们说话，嗯，但是还是就是会跟他们说会紧张啊、嗯，还是会紧张，毕竟你是那时候还没有完全知道说自己会在大联盟待多少时间嘛、嗯、球员就是会很容易被球团这样做调动，所以 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台湾看到新闻想说、嗯、感觉起来你那段时间每一场比赛 都有表现，都为球队贡献的都还不错，可是怎么后来就又被就是又被那个叫回到小联盟这样？球团考量，然后我上去就是蛮就是也很感谢球团能够让我在这那个时间就是上去大联盟，然后抵这个三垒的位置，嗯，然后就还好，就是多长时间啊，快一个月吧，一个月嘛，对、嗯、我觉得差不多。然后就是能够就是有好的表现，然后虽然不是三垒手几乎都是大炮型，就是全垒打型的那一种、嗯、但是我不是，但是我至少有去补这个洞，对就是说还好，就是能够就是帮助球队。可是下来的时候没有心头有点失落？其实还好说真的，嗯，因为我知道其实我当时上去我只是想说应该不会待超过一个礼拜。哦，那你那时候还这样想？哦，那时候是真的是这样想，嗯，然后所以东西其实都没有完全去整理这样，嗯嗯嗯嗯，然后就没想到就待超过一个礼拜、嗯、还蛮开心的。然后待了多久？又不久前不后来又一个月吧，又待了一个月，然后又上来一个月，差不多一个月时间、嗯嗯、对啊。那这一次再上来的感受心里头就会比较踏实一点了，会不会？就比较没有，就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心里就比较开一点了、啊、嗯，对啊、嗯、就没有比较压抑了。嗯，所以你到小联盟，我记得那时候年纪很轻啊，然后媒体也报道很多哈、哦、嗯，那时候签到美国的时候也才几岁？十八岁，然后现在是23嘛，对不对？23，五年的时间在小联盟，今年是第六年。今年是第六年、嗯。你原来去的时候，你有给自己设定一个时间吗？就是我到美国，我要花多少时间可以上得了大联盟？当时是说3-5年啊。哎，那有啊。但是，我真的觉得不要去设定目标，嗯、不要去设定时间要几年去上大联盟。我觉得一步一步来真的蛮重要，因为我知道为什么会有分阶层，嗯，因为年轻的选手需要一些心理素质，然后你要一些教练教的都是往上的那个教法，就是心理的教法这样。如果你一下子就像我们很多就是队友就是一下子上去，
但是那一年就打没有很好，嗯，因为他之前跳级，他没有在这里结成。嗯，我国中的时候就开始很早就回家了，回山上。哦，对，所以那时候就蛮辛苦的，哎，蛮操的，然后很乏味啊，就一直练同样的东西，然后都没有新的，然后就觉得很烦啊，干嘛这样？嗯，然后就想那一天半夜就真的跑回家。嗯。小学三年级离开了纳玛下乡的林子蔚和哥哥林子涵一起到外地就学，看着哥哥全副武装出门练习棒球，让他心中充满羡慕。在获得父母的同意下，林子蔚终能如愿地加入忠孝国小少棒队，展开棒球生涯。他抗压性真的很强，对，他在比赛上面他就是很专注，对，你看不出来他会紧张，对，那不管怎么样去面对投手，或是在手背上，在打击上，他真的是他的有可能有一套他自己属于他自己独特的一面嘛，他心理上的一个的层面上的一些心理素质，真的比一般的选手来得高。球队有危机的时候，哦，不然他在一垒当跑者，像我有一些暗号我不太敢做，可是他就会自己就以他的判断然后去盗垒。他判断其实是还蛮重要的一环，因为他觉得他的速度，那他第一时间他觉得可以对球队贡献，他绝对不毫不犹豫。那我就是很欣赏他不怕失败的，不怕失败这一部分。这边就是我们就是在训练上的一些球具啊，他们之前还有带过这个红色的，应该如果只会看到他应该知道。而在念书的过程中，也因为个性的害羞，林子蔚让师长们印象深刻。学校在运动会，然后要跳舞，跳原住民的舞蹈，然后因为那次是因为要跳那个有穿那个丁字裤的一个表演的一个舞蹈，然后他一直跟我说他不想跳，我说我就跟他讲说这是你人生当中一次很好的一个经历啦，对，毕竟大家同学都一起参与在这个活动当中，然后到最后就是因为有一点化妆啦，哎呀，化妆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教练你要给我化多一点那颜色啦，我说为什么要化多一点点颜色，他说因为这样如果在运动会在校庆在跳的时候，大家才不知道那个人是我。现在在美国职棒奋斗林子蔚呢，小时候是出生在高雄纳玛下乡，是布农族的孩子，其实从小就很会打棒球。所以，子蔚，你们家小时候几个兄弟啊？我只有一个哥哥。一个哥哥。所以你们两个都很会打棒球吗？都有在打。都有在打。什么状况之下开始打棒球的？我是因为我哥先去打，然后后面才去打这样。会不会有的时候爸妈会觉得啊，不念书一天到晚跑去打棒球？不会，我哥念书是还不错，但是我真的是蛮讨厌念书的，真的就是我不怎么喜欢去上课，但是刚好就是比较喜欢去运动，对啊，然后就刚好去打棒球这样。爸爸是做什么的？就是板模。哦，板模，那其实工作也很辛苦，很辛苦。那妈妈有工作吗？没有，就照顾。目前没有，就靠爸爸一份收入。对啊。所以小时候生活，家里头生活是比较辛苦一点的。家里蛮穷的，然后想要买一双新的鞋子又蛮困难的，对我们来讲蛮贵的。一双如果不用1000块的鞋子，对我们来讲蛮贵的。然后就是，还好就是刚好那时候国小的教练对我们山上原住民蛮好的，就是会买一双，就是会问我们说要就是几号鞋子这样，然后他就是偷偷去买一双新的，然后就发给我们这个一双，手套也是。教练呢？自掏腰包这样子吗？对对对。哇，他人真的很好，但是在球场上蛮严的啦。因为你们也很皮啊，是这样，对，好动啊，以前是蛮好动。小时候会觉得这样生活好辛苦，家里头真的会心里头会有抱怨吗？会不会？还好啊，还好，可是现在
现在是会蛮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东西，像我现在东西都蛮省的。嗯，对啊。你刚刚一直在讲说，像你比赛的时候会祷告什么的，这个信仰也是小时候家里头就给你的吗？是，对，小时候开始，我们很小的时候是阿公阿嬷带我们长大的。哦。我爸妈就工作嘛。嗯。然后就是拜托阿公阿嬷就是。帮爸爸妈妈这样，就是照顾你们，对，就你跟哥哥一起，都给阿公阿妈带，对，然后就照顾我们，然后爸妈就是出去工作，然后就是汇钱来，就是每个月都汇钱这样，给阿公阿妈，然后就是养我们这样，对啊。所以爸妈多久回家看一次啊？不一定啊，不一定，有休息就会回来。所以是阿公阿妈带你们去教会，从小就一起去，小时候在教会里头，喜欢在教会的感觉，上主日学。因为我们教会比较小，我们是安息日教会。然后，但那时候人没有很，我们那个教会没有人没有很多。然后那时候也没有什么主日学，那时候就是直接跟大人一起，就是听讲道。怎么坐得住啊？就是坐不住，我们就是一直坐不住，然后要么就睡觉。那时候还小。对，然后就是听没几句就跑出去了，跑一跑这样子。对啊，跑回家干嘛？就是觉得很无聊，对，就坐不住。对，对啊。可是你到后来长大，你都会，你看你要出场比赛前觉得紧张，你还会看看可能圣经啊，或是看一下自己手上的刺青，会祷告。你什么时候才会觉得说，哎，这个信仰真的可以带给你力量？就前几年的时候遇到挫折的时候，才开始慢慢去相信上帝。对，然后因为之前是因为可能是比较爱玩吧，也不是说爱玩，就是比较没有常常去教堂教会这件事，然后是出来就是社会工作之后，我才慢慢去相信上帝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就那一句话嘛，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这一句话就是每天都会提醒我。哎，一开始还没出来社会工作的时候，觉得什么都不信啊，觉得都不相信这些东西啊。然后是之后有就是去真的有去教就是去那时候去教会，然后真的是做到结束，才开始慢慢去觉得这上帝是真的不能不去相信，才真的有感觉。对，才真的有感觉。所以你是说到了美国之后？对啊。不，真的，你们这打棒球的时候一路走来也还蛮辛苦的。像你从几岁开始接触的？国小三年级，国小三年级暑假。对啊，就离开家乡啊，下去市区这样。小球员要怎么训练？你们几点开始？我们是6点起床，然后去球场，然后练球练到7点回来吃早餐，然后7点半还是8点？7:45去上课，这样，就是到中午放学，中午，然后就开始，下午时间全部都练球。有没有练到很烦的时候？乏味啊，乏味。都练一样东西，就感觉很没有新鲜感。有一段时间就蛮想，很累啦，那时候蛮辛苦的。曾经国中的时候，真的很想放弃，因为真的是太累、太操，然后太辛苦了，然后。没有什么假日放，对，太多比赛，然后要明明就是快一个月之后才比赛，但是那一个月之前比赛前我们都在准备比赛的事情，对，练球啊干嘛，所以很少放假。所以我国中的时候就开始很少就回家了，回山上。对，所以那时候就蛮辛苦的，哎，蛮操的，然后很乏味啊，就一直练同样的东西，然后都没有新的，然后就觉得很烦啊，干嘛这样。然后就想那一天半夜就真的跑回家。在家待了三个礼拜，快一个月吧。然后教练回来找我。教练来找你？对啊，就说你就跟我讲说那么好潜力为什么要放弃这个，然后就跟我讲说我们要去好像是过几个礼拜，一两个礼拜之后要去日本，比就是邀请赛这样，然后就把我说服回去了。
那爸爸妈妈那时候有在你很低潮的时候，他们有怎么鼓励你吗？他们就叫我赶快回去球队报道、啊。他们也希望你继续打。对啊，因为我爸爸一直骂我说，这是我自己选的路，你干嘛要这样子？嗯，对啊，啊，当时没有阻止，是因为看你那么想要去打棒球。对啊，想要跟哥哥走一样同样的路，嗯，所以才没有去阻止这条路。因为那时候我回来的时候，蛮多亲戚朋友。长辈都一直跟我讲说，为什么要放弃？因为大家应该看到了，你跟别人不一样。嗯，好、哦，对不 对、啊？大家一样都在训练嘛，球队上一样，很多小孩都在训练、啊。可是你有潜力，他们看出来。那时候都没有想过说，对棒球是什么天分是什么东西，都自己都不知道。你自己都没有感觉啊？对啊。哦、oh。那时候就是打好就打好。嗯。对啊，因为那时候只是一个杯赛，然后只是想要帮球队拿一个冠军这样，但并没有感觉自己打得特别好。对，就是想要就是垒上有人把垒上的人跑打回来这样，要不然就是上垒这样。很单纯的想法，很单纯，蛮单纯的、啊。对啊，是之后上就是高中之后才知道天分这东西。你高中也是念一个就是蛮传统的棒球很厉害的学校吗？啊，高院啊。高院嘛，对不对？嗯。就越来越发现自己好像真的还蛮厉害的，在这条路，嗯，然后就下了蛮多功夫啦、啊，嗯，其实也天分是有，但是我觉得不要依赖天分啊，不要依靠天分，然后就是人家就是在打几轮，然后就多人家几轮这样，嗯、人家接了几颗，我就多了接了几颗这样，对啊，在高中的时候那段时间蛮累的，就会比较 push 自己一点，嗯，就是不要依靠天分这样，嗯，因为那时候教练的，也是。台东的布农族，然后自己是高雄布农族、嗯，然后他对我蛮好的、嗯，他就一直跟我讲说，不要一直依靠天分，这样、嗯、会走不远。那教练教导也很重要。嗯，对。哎，所以你那时候青棒赛是青棒赛 对，拿下了五项大奖那个。那时候是台中西苑高中代表哦、啊，然后我是被选进去的球员，嗯，那次也应该对你来说是很特别的经验哈，蛮特别的，嗯，对啊、嗯，我那时候真的没有想过会拿到这五项大奖，哪五项？打击、得分，嗯，最佳三垒，哦，最佳三垒，最佳防守，哇，啊，我那时候是没有想过说 MVP 会是我啊，啊，真的没想到就是真的还是我，结果那一次拿了这么多奖，你觉得对你来说应该？有一些很关键的意义吧。因为我是开路先锋嘛，那当时，然后就想说啊，专心在上垒，嗯，然后这个工作就好，就是就像我那时候上大联盟的那种感觉一样，那时候代表台湾，对，拿下就是好的成绩就好、嗯。那时候真的没有想过说打进冠军。家里的人看到你在球队里头表现越来越好，而且还拿下了这么多奖，他们那时候有开始感觉起来说，哎，真的可以一直鼓励你再继续努力吗？哦，当时就是提醒自己，就是不要再放弃了，不要再放弃了。对啊，嗯、就是说啊，要坚持到底，因为毕竟已经开始慢慢去不一样了，对，慢慢不一样的感觉，啊、嗯，已经要走上职业这条路了，嗯、对不对？然后想法比较不一样。对啊，部落里头的小孩应该还是有很多打球的嘛，对不对？还是有。看到你已经是个大哥哥了，会不会就觉得说偶像这样？回到部落的时候，也是就是，也是被放大了啦。嗯，对啊，因为，很多人都说那么下之光是吗？嗯。可是我觉得，不要把我捧得太大。你反而会不好意思，会不会？对。哦。所以你想法真的很单纯，那可能那时候也没有想到说，哎，怎么这么快美国职棒就来找你了，对不对？国中三年级先就是洋基球探开始，他是跟我讲说，其实我在我国二的时候就已经在注意了，哇、wow ！然后就是国三的时候就开始跟我讲说，跟教练接触这样，然后才透过教练，然后就是问一下我这样，然后跟我说没有这个意愿。我当时是已经原本要选日本了、oh. 因为我觉得我没有那个实力去美国，结果后面高野洋基美国球队就来找、嗯、然后我就放弃日本梦就来美国打。可是洋基来接触你的时候，你心里头有什么样的感觉？蛮开心的、啊、很兴奋哦，很兴奋的，对啊，比去日本还要兴奋。那当然，而且还是洋基队，对啊，对不对、哦嗯、原本就要去了，嗯，但是好像听到说台湾
要出国的话，要等到就是高中毕业才能签约。对。啊，就是那时候才取消那个养鸡这个念头。然后之后高三要快毕业的时候，就是红花就派了好几个高层的球探，这样就是来观察你，高院看测试我这样。要快毕业的那前几天吧，就开了蛮高的价钱，红花，然后听到蛮就是傻眼了、啊。你自己的感觉是傻眼哦？对啊。哇！怎么会身价怎么会那么高？都觉得很难想象。对啊。啊，你有跟爸妈讲？他们都知道。对，但他们的反应是，是也是吓到，因为他们也辛苦一辈子了，对不对？他们可能很难想象这么大的数字，对不对？但应该也很开心。很开心，当然开心、啊。然后也很舍不得你要去这么远。如果是我自己的那个坚持的话，他们一定会就是愿意放手、啊，会愿意放手了。可是我觉得做爸妈的心里头难免会舍不得、啊。一定啊，对，因为语言什么都不通啊，然后水土不服，怕你们水土不服。对啊。但在出门之前，自己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回想的话，我觉得蛮厉害。第一次一个人坐飞机到美国，对，然后语言又不通嘛，对。所以怕坐飞机，怕走错地方，然后怕不知道怎么跟海关说，对，然后也不知道，要怎么去吃东西，也蛮远的，对啊，就十几二十几个小时这样，对，对啊，所以就带着各式各样的担心、害怕、难以想象，就出门了，对啊，就是在日本的时候要转来高雄，对，看到讯息就说啊，已经生了，生完了，然后就是有。视讯嘛，在日本还是有视讯，然后就讲，然后讲完就是也感谢上帝，就是让我们能够有这么漂亮的女儿，这样真的哈、哦。今年九月底，林子伟成为新手爸爸，谈起心爱的女儿。语气中竟是充满了满足与开心。尤其小孩半夜都会哭，然后就是可能就要起来哄一下他这样子，然后就是让他就是可能就是因为吓哭，做梦吓哭，然后就起来，要么就是肚子饿这样。然后也蛮感谢主，感谢上帝，就是能够让我们有这个新的生命这样，然后新就是女儿这样漂亮天使来的，睡前的时候都会。帮女儿祷告这样子，然后就是比较像就是祈求上帝，就是说，希望能够女儿就是平安顺利的长大这样。林子伟在美国职棒的小联盟，曾经为着打击成绩的下滑而怀疑自己的能力。但靠着亲友的鼓励和信仰的帮助，终于能够突破逆境，登上大联盟。观察他是，看圣经，对啊，那当然圣经也有一些激励的一些，激励一段话，一个故事，对，他是透过这个，然后他本来就是一个很对基督，对那个信仰是蛮高崇的一个基督徒，那。他也是用透过这个方式，然后就去释放他的压力。到美国嘛，毕竟地方那么大，那你在没有一些亲人啊，或是一些好的朋友的一些跟你协助之下，真的要透过上帝的话语，然后来去引导他，让他有更多的力量，能够在这方面去努力了。然后他能够真的把这些好的一些东西，然后就是说感谢。上帝给他那么好的一个机会，甚至给他那么好的能力，能够在大联盟去发光啊！18岁林子伟忐忑的心情来到美国，只身一个人闯荡，真的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毕竟年纪还这么轻，对不对？所以你刚到美国的时候，英文讲怎么样？烂，我直接说谢谢跟不客气。直接说谢谢、哦、你好吗？你好吗？可是我现在看到你可以跟大家聊天呢。就是尽量去学啊，就还好，就是感谢。就是那个当时的翻译，他说，啊，让我自己去学，就不要只是透过翻译，对对对，自己也要学。对，
那时候他是这样跟我讲，然后我就说好，那我去试看看。所以你刚到的时候，英文真的都是完，可以说几乎完全不会的啦。完全。你那个生活 你怎么办啊？刚开始没有发现一些蛮好笑的事情。手机翻译啊。哦。然后后面才开始慢慢去学那个对话。嗯，对啊。那吃嘞？吃啊、哦。饮食、作息、各种的生活习惯。一开始的时候，一开始去的时候蛮新鲜的，就是。什么都是在台湾有时候会吃不到的，就是会去这种大吃特吃的，但点餐一定不会啊。那时候翻译也在，然后就大吃特吃的。可是过了不久，再过了几年之后，就觉得啊、哦，就好像都一样，东西都一样，就开始慢慢去想念台湾的东西。嗯，就是每年回美国的时候，就想说哇，要离开这美食帝国。对啊，在台湾大家就觉得能够吃这些很幸福，对不对？对，回来台湾不用去餐厅啊。夜市路边就觉得很好吃，很好吃，嗯，所以直接就到 Boston 去了。没有，那时候是在佛罗里达，那个 Fort Myers 那个春训基地。所以你在美国花了多少时间让自己比较习惯那边的生活？其实到现在还没有很习惯呢。真的哦。嗯，会有发生冲突或争执的时候吗？我在第一届 EA 的时候，在 EA 那时候刚去第二年、第三年吧。嗯。我们租一个房子，队友就发现，其实我们隔壁是住了不好的人啊，就是直接在那个我们的门口外面，然后就是他的车子嘛的，就是卖毒品啊，然后上面就放枪啊什么。哇，等于就在你家门口的感觉。对对对，就在门口那边，然后隔天我们就搬走。那时候已经跟老婆交往了嘛，对不对？2013年的时候。但是他自己在台湾，你在美国，对不对？会不会有时候想女朋友，也会觉得说哦，会啊，远距离恋爱很辛苦。所以我觉得啊、现在台湾就是有南北远距离的、他们说的远距离，就是啊、男朋友在北部，女朋友在女朋友在南部，像高雄、台北这样。对。可是我觉得其实这种还好，坐车就到了。而且你们还有时差。对啊。对。然后像我们这种远距离才是真的远距离。真的很远。对啊。嗯。那你们就是得要等到你放假回台湾才能够碰得上面。回去的时候已经大概九个月、十个月之后，好久哦。然后回去也才两个、三个月。嗯，所以其实在美国，尤其在小联盟那时候都还在努力的阶段，但会不会有点急？心里想说，那我什么时候可以，你知道，再往上升，或是好想赶快打大联盟之类的那种。当时就是有这样想嘛、后面就是觉得不要想太多比较好，就不要想下一步该怎么做，因为这不是我们能控制的，不是说啊我打了快四成就可以升上去，搞不好球团也是要看一些资料资讯，然后数据，不是说数据就是上面的需要什么位置的人，对这样，对、啊、因为球队就是有他综合性的判断嘛。对嗯，你就算打了那么多是全垒打，还是然后三成多，然后干嘛？可是上面一样打了不差，但是有帮助到球队，他也不会想说啊，要去动他。对啊，嗯，那有碰到有段时间打击率比较差的时候嘛，对不对？2014年吧，也就是那一年，就是想说，那时候真的蛮辛苦的，然后140场这样，然后蛮累的，然后就是打的又不怎么好，然后那时候心里头就想说啊，赶快回家这样，想要赶快回台湾，然后想要放弃，那时候有一段那一段时间有想放弃美国的棒球梦，是，但是还好就现在老婆嘛。当时是女朋友，她一直提醒我不要忘记上帝跟我说过什么，这样她会用这样子的话来提醒我。她一直都用圣经的话语，关于上帝的事情来鼓励我，来帮助我，这样，对啊。然后还有就是她给我那么多信心，这样，然后就是继续在美国棒球路这样。真的，有时候就是会时好时坏，对不对？对啊。尤其就球员状态是不大一定的。那如果说你碰到比较低潮的时候，你没有靠着一个信心走下去，有时候就真的就会很容易放弃了。对啊，我那时候就是这样啊，就是走下坡啊，不知道怎么
走上坡，其实出在还是出在自己的心理素质，对啊。然后对于，然后还有对于就是，有没有很完全的，有没有去相信上帝？所以真的，你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神给你很大的帮助？蛮大的。太太什么时候跟你一起去美国的？2015年，就是2015、2016都有跟都有一起。对啊。那结婚了，他跟你一起在美国陪着你，会觉得整个状况会更稳定了，会不会？就是比较好了，就是不用再隔天再打电话给他，然后就是没有时差的关系了。对啊。没有远距离的关系了，就心理的状态也会比较稳定。对啊，对不对？就比较轻松，也不用担心他在台湾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你身边有个人可以陪你照顾你。对啊。所以他就是后来你在大联盟那段时间他回来了吗？是。就那段时间，就是那段时间他已经回来了。然后你们就是在今年有小宝宝。今年对。做爸爸感觉怎么样？谢谢，就是跟打球一样吧，跟打球一样，耐心吧。开心。对啊，耐心啊。耐心。很开心啊，很兴奋，有新的生命，是我们自己，就是感谢，就是蛮感谢主给我们这种新的生命，然后有感动，有感动，真的有感动。然后就是出来之后，就是要怎么去照顾，要重新学习。对，就是我觉得我们人都是要去学习，对啊，没有不能学习的地方。可是你那个太太生产的那生女儿的时候，你那时候人不在旁边吗？我那时候在转机啊。你那时候在最后一站的时候，从美国要回台湾的时候。对，原本要转最后一站的时候，结果就是在日本的时候要转来高雄。对。然后就到日本到日本之后，然后就是看到讯息就说啊，已经生了，生完了。但是就差那么一步这样。但是觉得蛮开心的。对啊，所以一下立刻就跑去医院。然后就是有视讯嘛，在日本的时候还是有视讯，然后就讲，然后讲完就讲完的时候，然后挂完电话就是有祷告说感谢上帝能够让母女平安这样。对，然后也感谢上帝，就是让我们能够有这么漂亮的女儿这样。真的哈。看到女儿第一眼的感觉，蛮想哭的啊。对啊，就蛮感动的，真的。现在女儿才一个月，都会学习啊。然后，也是跟打球一样，就是比耐心，比耐心，也不是说比耐心啊，就是说，因为小孩哭了，就是要有耐心，做爸妈要有耐心。对对对。所以总结来说，今年2017年。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年呢，蛮特别的，非常特别啊。对不对？又上了大联盟，然后表现又这么好，然后又做了爸爸。对明年有没有一些想法？当然就是开机的时候是在25人名单啊，希望就是在这段期间就是能够身体健康的这样，然后顺顺利利的，对啊。身体很重要，对你来说。我觉得身体健康比较重要。对。对啊，受伤的话就很难讲了。对啊。那对当爸爸呢，有没有什么想法？明年。明年就好好照顾女儿，让女儿好好就是知道我在站上大联盟这样。对啊。跟太太一起努力，对不对？对对对。这么棒的一个年轻的新秀球星在红袜队，然后有一个新的一个爸爸的身份。对不对？然后很快的明年球季，到时候大家就看你的表现了。谢谢谢谢。那你今天有没有还有一些想要跟观众朋友说最后的一些分享吗？或者想要鼓励大家的？想要分享给观众朋友就是说，如果真的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每个人都可以帮助，就是帮助你，都可以辅助你。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你自己。但是。因为自己，然后你的信仰，这蛮重要的。就是有一句话，就是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就你刚刚有一直提到这句话。对，就是这句话，我觉得蛮重要的。因为这是我知道这句话以来，成功的开始。对啊。就是今年。对啊。
我今天真的非常高兴你在节目当中来分享这一路的过程，因为我们过往就是在电视上看到你在球场上的表现，或者是你赛后的一些访问，可是真的感受到这一路上你这个经历过很多也有低潮的时候，你怎么走过这个低潮的？你说靠自己，但靠自己没办法，其实你靠的上帝啊。对啊，你其实自己的信仰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信仰，但是我的信仰就是上帝，就是神。对，而且你们这种职业球员，大家都讲球是圆的，在球场上一切都很难说，你说会不会受伤什么都很难说，如果全部都把这些压力放在自己身上的话，有时候就觉得哇好难承受哦，真的，对不对？一定都会有高低潮。对啊，但是就看你自己怎么去控制这些低潮高潮。对啊，所以当你在打球的时候，每一个球击出去你也知道你是为什么而打，好像除了为自己而打的时候，也同时也是为神而打。对啊，所以我那时候为什么会说哦，这些荣耀归给于神，归给上帝，这就是其实这些我为什么会到大联盟都是上帝的帮助，然后就是蛮感谢主，就是所以我才把这些成就把这些荣耀都归功于上帝的。感谢主，感谢主。对啊，继续加油。谢谢，谢谢，谢谢你的分享，谢谢，谢谢。神迹对许多人来说是生命当中一次特别的经历，但是对基督徒而言，神迹则是上帝在我们一生当中工作的痕迹。我们常说机会是留给预备好的人，但你知道吗，在这短短的一句话里面就有两个不能掌握的事。第一就是机会，机会是一个我们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临的东西。而预备好又是什么呢？我们永远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机会没有一个标准，坦白说好也不容易有一个标准。如果我们熟悉美国大联盟的运作，紫伟能够有今天的成绩，亦或者是紫伟能够有今天的机会，其实背后有着非常非常复杂的元素，不仅仅是客观来说他的球技或表现很好，还有很多主观的因素，包括球团商业的考虑，教练的信任与否。在这么多复杂的背后，我们看到紫伟所分享的见证，那个见证并不是一个最好的结果，那个见证其实是一个最好的过程。怎么说？如果我们的人生永远只能交托给两个不确定的因素，是偶然的机会，以及永远不知道要预备到什么时候才叫做好，我们或许需要从紫伟生命的经历里面听见他生命真正的恩典是什么。他生命真正的恩典是在他还没有上大联盟之前就已经经历了，就已经遇到了，就已经认识了一位爱他的上帝。是这个已经领受的恩典，让紫伟不论在大联盟场上表现的机会是多是少，他的人生遇到的境遇或赏识是多是少，紫伟已经活在恩典中。他并不是一个好像永远把自己交托在不确定的环境当中，他乃是让自己天天活在一个已经确定的恩典里面。亲爱的朋友，在我们奔跑人生的旅程，我们的确需要机会，我们也很努力装备自己，让自己更好。但亲爱的朋友，到底哪一天我们预备叫做好呢？我们又要怎么样能够抓住机会？因为这些是随机的、偶然的，难道我们的人生就只能交付给随机和偶然？这样太宿命了。亲爱的朋友，紫伟在大联盟的起起伏伏或机会多寡，一点不会影响他每一天都可以经历的恩典，因为这个恩典是无条件的，是紫伟在还不出名之前，这一位上帝已经爱他，这位上帝已经无条件的把恩典临到他的人生，好让他或顺利或不顺利，他已经活在恩典里，这就是好。亲爱的朋友，我诚心的邀请你能够经历也能够认识这一位林子伟所相信的上帝。亲爱的朋友，深愿你今天就能够邀请这位上帝进到你的生命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谢谢你在我还不懂得抓住人生各样机会以前，你已经在耶稣基督里头抓住我，你定义给我一个丰盛的人生，不是按照我是谁的表现，
乃是按照你对我的爱。神，愿你把这样的爱临到每一个愿意打开心门的朋友，使我们真实的经历到耶稣基督在我生命当中做主，耶稣基督为我生命掌权的喜乐。这是我们同心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亲爱的朋友，深愿你像子伟一样能够经历天天与你同行的上帝，天天祝福你。